知道各位是不是可以听得到我背后的这个背景声音，其实在我身后这片树林它是有一个那个小瀑布的。不太知道现在下面的状况，所以我就不带大家过去看了。希望有机会，明年的春夏天的时候，我再带各位去看一下这个瀑布的状况吧。